大家好，我是阿周。这是在11月16号，玉兔台风侵台台湾的南部侵台的过程。我搭飞机，延误了2个小时的飞机，要飞去金门州小镇东，再次到厦门。这趟行程呢，基本上呢，飞机飞起来是除了延误以外，并不是很颠簸。转眼间，大概搭了40几分钟，我们已经来到上一机场，金门的上一机场，这是飞机着陆的一个过程。着陆的过程是稍微的颠簸了一下，跟以往在从台南坐过来的感觉稍微的不大一样。请您，我们已经降落在金门机场，飞机系安全带灯号尚未熄灭前，请留在座位。下机时请记得您的行李。另外提醒您，打开行李箱时请小心箱内物品以免滑落。机长及其旅组员在此非常感谢贵宾搭乘利用航空的班机，祝各位有美好的一天，并期待再相会。现在您可以使用移动电话通讯功能，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just left the end of Kimai Airport. This is a free convention with our Sibiu Basin until the Basin Sibiu Line has been cut off. May I remind you to take all the means with you at the Pacific Airport when opening overhead compartment to avoid things falling out. On behalf of the captain and hackers, thank you for mentioning it. Please keep your seat belt fastened and your seat belt buckled. We hope you have enjoyed the flight and look forward to serving us. Thank you. OK， 金门我来了，我到金门了，等下赶着看可不可以赶上船班，有点赶。那这就是金门，金门商业机场我非常的熟悉，因为之前在这边当地陪，对这边非常的了解。马上就先去上个厕所，你的行李就出去跟司机约好了。我刚才有飞的船有行，啊，不然恁阁无行李对嘛？我是无啥差啦，我真的没有差，我昨早要走死的，太走死，昨个外跳条阁走死。昨天气好吼，啊，大家拢出来啉烧酒，是哦，哎呀，啊，阁足侪朋友拢参加聚餐，啊，叫无车，头拄仔开来叮叮咚咚迄个，你甲人家讲叫无车吼，哎人。人客讲要去大庙口，讲伊叫两台，我两台就是我，啊，刷落去十分钟后，我两台，是讲哈，我阿都叫无车，你要哈？一另外一个卡三通电话，无甲走半抓呢，走嘛拢规抓，他也半抓，我无甲走。啊，你注意到过，过厦门？无啊，那有影啊。无啊，反正伊替你安排，因为阮小妹。伊个十二月初娶新妇啦，啊，回去台湾后拄着风台啊，我提早回去啊。啊，即摆等啊，啊，即摆朋友搁去，翁仔某去台湾帮人娶孙，啊，等因回来啊，啊，差不多一礼拜吼，啊，差不多上紧啊一礼拜后才有闲通去啊。是啊。无吼，无人通走。昨昏迄嘛，前一天迄嘛是一礼拜头，大下你搁走一撮。太阳拜托的，无我袂甲伊走，我无差一撮呢，对不对？啊，人家讲要礼拜，真的假的？到安怎礼拜？礼拜啊，几样台车，有人台车哦。漳泉有，漳有人车足多。讲欠务袂错干的，政府袂错干啥物？你袂去甲伊错干啊？讲我们不作为啊？啊，袂吧？啊，你即摆唔是啊？你即摆重点是，你敢知伊的政策？你无来查班，你讲一个人甲我讲安怎？讲啊啦，签证一摆拢三工，是哦，签一届三工。三工，咱这边的迄款旅行社，唔知要怎处理。是刚讲有人安怎，你知无？讲啊啦，3点半的船来到只4点，搁一5点半的船等待了。安尼是来啊啦。啊，签证啊，啊你无法做啊。后尾来只办签证。唔是，伊点待了签三工，结果伊有拄着代志，三，今仔剩半工尔。嘿，啊你要来无？来啊。啊，所以就是安尼。3点来啊，5点回去啊。是哦。哎，啊来接送啊。啊，数两下空气就回去啊。数两下空气就走。啊，无伊已经甲办签证办好啊，你唔来。啊，所以讲吼，即摆就是安怎，即摆伊就是台湾人讲讲，病惊死，啊，病会惊飞啊。
啊，伊大家拢在念讲，啊，两岸小三通何时？啊，你唔用，人一直讲话，啊，你要用，佫用了也袂爽快。拢三工会签尔，吓，拢签三工。啊，即摆嘛是同款啦，沿海地区五个城市也在来。沿海地区五个城市，哪五个城市？我唔捌去阿问啦，问你就是你，是哦、问你就是你。唔是规个福建拢会当来。哦。我唔捌甲问你，我不去看那个，反正我感觉到啊，迄、那个阿郎阿来啊。嗯。啊，但是阿郎阿来，经济当然是啦，啊嘛加减会坐计程车啦，袂使讲无啦。是哦。因为伊唔捌字嘛，一定要坐计程车的嘛，他们不看不懂繁体字啊。不见得哎、欸。嗯，繁体字跟简体字没有差很多。他用药的啦。系啊。啊，无你讲。咱细汉考试咪是用药的。无你讲叫伊念财山坑道，看伊念会出。财山坑道。念会出，唔捌字的讲掉讲掉掉。鱼与人，诶、欸，鱼与人嘛，啊，会开嘛不姓朱。阿姨吼。阿老阿哪来啊？定来跟我开讲，我都冇甲随便。我讲你们那些上一代人很可怜。你看你们搞人民公社，搞红卫兵，对吗？我们是在搞经济。我讲你们哦，毛泽东打赢蒋中正，打赢蒋介石，结果蒋介石跑到台湾来，我们实施三民主义。嗯。然后我们40年前就亚洲四小龙，对不对？如果你们不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来，我们在大陆实施三民主义的京沪政策，40年以前我们是亚洲一条龙，没有四小龙。那、啊、现在是一条虫啊，啊对不？今麦该一条。啊，今麦都规工干么子啊？创迄有诶无诶，都无倒啊，对不？阿姨若过来，教人开讲讲，哎、欸，还真的是你们台湾这边很自由，我啊误以为你共产党自由呀、啊，一定的呀、啊。没啊，因今麦遐，啊你但是你算还好，但是无当像啊，咱安尼啊，咱会使等。蔡英文的面头前，蔡英文下台应干嘛？他们怎么可以？他们不敢说习近平下台啊，像这句话上敢讲啊？对啊，哎，习近平做遐好，有啥物要下台？啊，习近平做遐好，再下台。你为啥你讲啊？你搁有者，你搁做个好事，都一定会有人反对啊？怎么可能没有人反对呢？得不到利益的人就会叫你下台啊？不得不到利益就是对吧？你叉叉讲的，你蔡英文做到遐歹着，你偌清楚做到遐歹着，人伊骂过连连嘛？为什么？为什么你敢讲？我知我爱讲啊，政治这种物件。什么？你知我爱讲？你讲。上复杂啊！这个你这个就不用讲到政治去，没讲你政治。为了钱，为了利益，没讲你有光电，人家又无光电。这免讲你政治去，这就是我对你好，你自然讲好嘛。我叫你去做官，但是你了，我搁较烂，你嘛讲袂啊，迄人足好个啊。对哇，迄规工干做歹代志，大路满嘛是有人讲伊好啊。对，为什么讲好？人足接好啊。这个跟政治没关系嘛。嗯。啊！恁初一这种弄水机弄掉一支，迄吼，我就点名顶下讲，李华贤讲，先把身体吼，先练好国术，再去立法院上班，好不好？先练功夫，再去立法院上班，好不好？对啊，陈玉珍，即卖在野党也无能力，也无迄款，啊！你定走去台了，啊！你走去啥意思？我看无啊。你讲啊，为了那个两岸，啊，你去讲，哎、啊，好，代表我们两岸的小三通，你又不能签名。嗯，对啊，签名的伊无啊。你无资格啊，啊，所以你大家找代表是怎啊？得到一个舔供，安尼念嘛。对啊。啊，这人过去舔供啊，安尼念嘛。你搞完下户呢？那你讲下户是唔知有票通买，无奈买。今仔无客满啦。啊，你就不管啦，反正我在十分钟以前就到了。我知道，要到啊！我就甲你讲，保证时间会改会付，但是唔知道有票无安尼尔。啊，我拜你回来哦。哦。啊，先甲你讲哦。啊，你微信甲我联络一下。好啊，首先甲你讲啊，我唔知坐几点的啊。好啦。机票是买好，买5点我爱放啊。啊，你看你准票买几点？好啊。我惊洪大哥要来。听讲拜年阁要来，可能是迄西宫，你讲迄西宫殿啊，亮，我念一下，念一下哦。
到这個。什么已经刮冬天了，还有台风，好奇怪哦！你看，这有什么奇怪呢？这个天灾又台湾，你怕什么？又不会被吹倒。好的，这影片是我在金门上义机场要搭计程车到水头码头，跟司机在车上拉下尾的一部分。我并没有完整的把它整个都播放出来，因为中间有一段是蛮敏感的，因为有牵扯到骂当局的不满，所以说我也不敢播出来。这影片就介绍到这里，希望大家会喜欢。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影片，同时开启小铃铛，接收通知。我随时有最新的影片，我都会随时制作完后就上传。好的，影片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次影片见。